现在开始协商。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案，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好，那是不是请那个财政部先同题的说明一下？主席还有各位委员，那财政部关于这个海关进口税则修正草案的部分，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台八的经济贸易协定有关三项减，这个三项减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关那个进口的这个水农业产品还有农业产品的部分的这个降税，那当然第二部分呢，最主要是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降税哈，那未来在参加这个 CPTPP 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先的准备了哈。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希望未来我们在参加国际贸易组织的时候，能够跟国际接轨，顺利的接轨这样一个情况。我想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好，在开始审查前，看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表示。没有，就我们就从第二章，就是在第四页，第二章冷冻租金的部分。针对这一个章节，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那个好，会委员，外交部或者海关，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要调整？这个部分是执行那个巴拉圭自由贸易协定的部分。对，我们同意分五年降税，所以它的期程是到112年。那这部分是修正第二栏的税率。这个意思说只针对巴拉圭，我们就开放肉跟这个猪跟牛的杂税，是不是？对，只有巴拉圭原产巴拉圭的冷冻租金，是原产巴拉圭的冷冻租金分五年降税到免税，所以是修正第二栏的 PY 的部分。对。好，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来，会员没意见吗？好，那这个通过。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章，第三章是一类甲壳类、软体类以及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针对这一章，各位有没有意见？好，会员，请海关说明为什么要做调整。这部分是台湾区冷冻水产品工会建议调降关税，因为我们的水产品关税其实事实上在整个海关进口税则里面，水产品的关税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经过税制支出评估是同意它降税。保留好。好，其他委员没见。有五项。这一张先保留。好，那再下来是第七章，食用蔬菜以及部分根菜与快进菜类。针对这一章有没有意见？来，请那个财政部说明一下。那个山药的现行税率是16%了。那我们是这个部分是我们农委会提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请农委会说明一下？请问一下，这是针对哪些全世界都可以？全世界一体适用。这是第一栏税率的修正。欧安演习。好，好，那这一章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啊？没有，保留。我们进入第八章，食用果实及坚果、柑橘类果实或甜瓜汁外皮。这个部分就请关务署说明一下。就那个我们的水果温州蜜柑的这个部分，现行税率是30%。
好，那也是农委会提出来为展现我们逐步的自由化所做的一个调降动作，降一半。对，那事实上它国内的产量非常的少，那个温州蜜柑在国内的消费市场是非常的少，所以那个经过税制支付评估，我们也同意它降税，是农业主管机关建议降税。好，会员导游，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好，第九章咖啡茶、马黛茶及香料，这个部分的请关务署说明。马黛茶是巴拉圭的部分。我有没有声音？马黛茶的部分是执行巴拉圭的第四号决议文，是指对巴拉圭的关税减让承诺的部分。对。OK。对。也是保留。同意。好，那没有意见就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是油料种子及含油子果实、杂类骨壳种子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除草及饲料。那也请关务署说明一下。是，芝麻也是执行巴拉圭的减让承诺，对，只限巴拉圭。OK， 同意。好，那看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是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调制食用油脂，动植物蜡。这个部分也是执行巴拉圭修正第二栏税率增加 PY， 也是巴拉圭是。好，那这一张同意 ，OK。那第十七章糖及糖果，那这个部分也关注水说明。对，好，我说明一下，是好，这张也是为了执行巴拉圭的那个减让承诺，对于原产巴拉圭共和国的那个糖哦，给他那个关税配额，然后第二栏免税，也是原产巴拉圭的糖可以让他免税，有一个配额。是巴拉圭。对，也是巴拉圭。好，会员。给我们这张表上没有写说明巴拉圭，可是我看这里里面谈到是巴拉圭。好，好，第十七章没问题，同意。好，接下来第十九章谷类粉、淀粉或乃至之调制食品、糕饼类食品，那请关署说明。这个部分是调制奶皮，就是那个 cream 呢，哈，那那个现行税率是比较高，20%，那我们是修正为10%哈，而且是分年降税。那这部分是产业主管机关提出来，为了渐进自由化所提出来的。对，这里面有两部分。对，这样子，那个主席，巴拉圭同意了。另外一个，第一个是调制奶皮，这个保留吧，哈。OK， 好，到这里。那其他人有没有意见？好，有意见，我们进入第十二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是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也请关务署说明。二十章的2008的这个，这个味增也是因为现行税率高达30%，好，那个30%的税率在现行税率上算是比较偏高的，那为了渐进自由化，把它分年降税，那也是产业主管机关做税制支付评估通过的。以上。这个部分也是分成两个部分哈，那就是有关于上部分的那个味增这个部分先保留，其他通过。21章哦，就是杂项调制食品，这个部分也说明一下，请关务署。那个这个20章的部分，其实后面有几项是巴拉圭的，好，那个。这个同意。OK， 好。21章。现在是21章。第19页。哦，是那个21章的那个蛋黄酱、咖喱酱跟这个汤类的调制品哦，因为现行税率也比较高，所以是经过我们工业产业主管机关工业局有经过税制支出评估同意来做调降，也是为了渐进自由化的一个目的。对，好，这个保留。我们进入22章，饮料、酒类及醋，这个也请说明一下。这部分。22章到2202之前哦，是为了巴拉圭的部分，最后一项不是哈，巴拉圭有1、2、3、4、5、6项。矿泉水跟其他。对，
那最后一项谷类酒不是，谷类酒也是因为现行税率太高，好，现行税率太高40%，那这个部分是只有酿造制的谷类酒，那把它降为，也是经过我们陈毅主管机关提出来做税制之评估，就降为一半。好，这个22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台巴的部分，台巴 OK， 保留好。好，来欧元来。那个谷类酒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个是谁提出来的？国库署说明。请那个观众署说明。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所有酒类里面就是谷类酒它的税率是最高，是40%。那为了调和跟其他像酿造酒或者是米酒或是果类酒的那个税率它现在是20%，所以我们是调降为就是从40%调降为20%。来，赖委员。我请教一下哈，我们降这个降那个降都是符合是什么样的？是 WTO 的规定还是什么的？我们降调降啊，相对我们有要求对方调降，有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目前是我们单边调降。部长说明一下。我想跟我们报告了，就说最主要是因为未来我们在加入 CPTPP 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个调整哈，那。未来真的如果加入 CTPP 的时候，你税率没有先降的话，那你进去以后再降的话，对产业的冲击相对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们现在先初步的调降，然后在这个自由化上面相对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哎，这都是我们主动调降的啦。初步的，那当然未来当然在 CTPP、啊。就只挑战这几项就可以有利于进 CPTPP 啊？这些居民家会不会太naive了？不是。那是怕，就是说一进去马上就要降。好，我就跟你报告，我们现在前面呢，关于台湾跟巴拉圭，我都同意啊，因为牵涉到我们这个外交部做外交也很辛苦啊，这个部分我想量也很少，我们跟巴拉圭一年的贸易额也不大，但是其他的由工会啊或者是农委会他们要提出来的，我通通要求保留。因为我跟大家报告哈，我在财委会啊，不管在陈水扁执政、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我们调降关税都是大事。但是这几年调降关税太频繁了，太频繁哈。因为我们必须得了解为什么要调降关税，尤其是像有些工会，透过我们委员的个人，或者是你们农委会啊，假借用农，我要需要充分了解。农委会也好，或者工会也好，一定要写一个很清楚的理由书送到各个委员办公室，否则关税一调了以后，就不可能再调回来了啊！这是个大事哈、各位，这个新当的这个关务署的署长要小心哈、这个我知道很多人一天到晚围着你们在讲，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事情，好吧？好。还有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来，余婉如委员。对，我想继续再请教，就是说哈，这个谷类酒嘛，我们是可能为了未来 CPTPP 谈判，我们先讲哈，它这个上面有没有期程上面的期待，或者是期程上面的一些限制？好，对，那让我们也知道说，假设如果今天要保留，那我们多久之前可能要？进一步的讨论是不是要赶快来做这个开放或什么的？好，来部长。我想整个这个对外的那个经贸谈判，最主要是那个经贸谈判办公室这边的这个整个提成了哈。我们要不要来一下？要不要说明？说明。跟委员报告，其实，现在在 CPTPP 的这个程序当中他对有意加入的新会员，他设下的条件就只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经济体要尽量自由开放，自由开放。所以我想，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是对外宣示我们很开放，我们很自由。那当然，如果可以尽速通过的话，会比较好。以上。黄伟，不好意思哦，
加入大家对台湾的期待，尽量自由开放，这个大的方向上面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当我们在讨论要调降关税这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期待的在委员会行政部门所做的说明就不是这么粗略的，因为这句话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你为什么现在挑的是这些特定的项目而不是其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要求下面，经过了什么样子的考虑，做出了这样子的决定，它会牵涉到的对于国内产业相关的冲击，这个都要提出说明了。今天跟台巴彼此之间签订的这些协议，那基于促进我们跟巴拉圭之间的邦谊，那两者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更紧密，我个人是支持的了。但是在其他的项目，恐怕不是这样子随便一句说希望台湾更开放这句话就可以带过去了。好，那关督署。是，其实这次几个降税的产品的选定上哈，其实农工单位他们其实选定的大概就是都是国内产品没有，跟国内产品没有明显替代的，还有国内没有产值或是产量非常小的，或是进口比率就是依赖比率的这些依赖进口的这些项目，或是对国内产业影响非常小的项目，先来做自由化。选择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好，向说明。针对那个再下来，那这一个就是第谷类酒的部分先保留。好，那我们进入那个第87章，铁道及电车道车辆以外之车辆及其零件与附件，这个请关务署解释一下。是，这是我们配合行政院环保署汰换那个大型柴油车的一个政策，对于输入制造这些大型柴油车所需要的零件、附件、组件，可以让它免关税。那而且有一个落日条款，是到111年底。所以这个事后是配合环保署的环保政策。环保署提出来要求，来走，环保署来，环保署的代表。基本上柴油大货车是我们空气污染占比蛮重的一个哈，那所以我们把它列为优先来鼓励车主去汰旧换新。那因为柴油大货车大部分是营生工具，而且它车价蛮高，所以我们其实有其他配套了，除了补助以外，那也希望说，货物税关税这边能够再降的话，可以使车价再降低，那车主就比较容易买换新车。就是我们那天货物税的那个部分降。真的可以直接让购买车辆的人受惠吗？而把我们很担心了，如果让购买车辆的人去换汰旧换新 OK， 但是如果说只是让进口商或者车商受惠，你要如何来说服我们如何让换车的车主可以受惠？好吧，来再讲一下环保。来，等一下，郭正亮委员。这边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关税和货物税都是直接退到车主买车的人的身上，所以是以那个车主，所以不会说让车商或者进口商去获利。车商缴了之后，然后直接退股，然后这边的话，才能直接退股购买的。对，因为这是零件。所以它这个零件，这不是整车，是零件呢、啊。我买零件也是零件的外零件。来，部长的说明啊，等一下郭正亮委员。不好意思，那个这个主要是进口的零件啊，大型的柴油车的零件。那因为可能我的了解啦，在跟环保署接触的过程当中，就考虑到有一些老旧大柴油车的车主，可能他买不起，但是他透过零件的更新，汰换，那么他能够符合这个四期五期的环保标准，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是说能够这个关税零件的关税能够降的话，他那个汰换零件的这个所谓的成本相对就降低，也就是愿意让他这个所谓更愿意去更新这个零件，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署长要说明一下。有必要，部长你觉得有必要？
因为不是你我只问你哈，因为你讲我们的对话都是要负责任，你觉得有必要？哎，你觉得有必要？我讲白了，我就买单。你觉得没有必要？你有迟疑的地方，我就不买单了。委员，我说明一下，因为原先哈环保署要我们汰换的老旧的柴油车，将近几十万辆啊，但八万辆还是几十万辆。那后来他们经过，一二期老旧柴油车总数只有八万辆哈。那后来他们认为这个量太大了，所以他们透过比如说改装这个，把那个改装那个耗油器或是零组件的更换，那让它这个所谓排烟量就相对减少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尤其对于这个当初，因为当初他们跟我们协调的时候，也是说希望不要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用补助40万的话，这个太高了哈，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们是说，那个进口的部分是不是零组件、零件的部分也能够让一些买不起但是愿意去替换零件、减少排烟排油的这个部分，也能够享受得到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郭正亮委员，我是代那个罗志正委员反映一个意见啊，因为条文中限定完成新车领牌登记，那好像意味着他只能买新车啊。可是事实上，他如果要符合环保标准，他也可以买比较不污染的二手车啊。所以就有人说，条文故意这样写，是在帮汽车的新车的工会做游说啊，然后把二手车排除在外啊。这个是罗志正委员反映的意见。环保署，跟那个关务署等一下，环保署。我这边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有关我们这个关税，就零组件免关税的部分，实际上有限定，就是一到三级车太旧换新，因为我们原来这些货物税减征也只有换新的时候才会有减征货物税，所以这个是配合那个是减太旧换新才有享有这个关税零组件的免关税。那至于说我们另外有用空屋基金来补助车主去太旧换新，那个买中古车或买新车都有补助，然后另外就是他做调修，只要符合有改善，污染有改善，我们也给补助。所以这个是，这是多款，应该是说调修的话，就是50,000元以下，就是付5万，那50,000元，货物税的部分是40万，关税的部分是说，他来申请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基本上是国产车受惠了，来看这国产车用的这些零件确实是进口来的，然后有经过我们环保署审核的时候，我们会发文给海关，海关再把这个税退给车主。对，国内或国外进口了，主要是说是不是图利新车的汽车工会，而对中古车的工会是不利的。这个是人家问的，对对的大来。那你不一定回答吗？基本上新车的，因为它是新的车，它的排污标准就是比老的车还要好啦，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边是太旧换新，是给予这个关税。那另外我们考量车主他买不起新车，因为新车很贵，所以我们也针对他买中古车，我们也给予补助，只是补助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按比例。因为新车是，这个补助只有5万块啊，没有没有，那个我们有分，它是太一期车还是太二期车、太三期车，然后补不同，大概有27万到那。好，王龙张委，我先讲，两个小问题，不是小问题，第一个就是，就听起来就是未来补助比较多的还是新车嘛，对不对？啊。对嘛，就补助比较多的还是新车嘛，哦。第二个就是，这个就是按照你们讲的过了，因为苏部长要背书嘛，苏部长背书，我们要背书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这样子整个来讲，我们要补助多少了？就是说，我们大概是国库的钱，以前收到的，现在等于要吐出来多少钱？依照我们税是支出评估的来算的话，它实际上还包括，因为这个政策的推动以外，另外车子会卖比较多，所以最后我们有估算是3200，这4年下来是3200万。
国库会损失3200万。这不是5000多吗？我们是算5000万。好吧，5000多也可以。我来，我说一下，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车，不管是大客车或者是大货车，整车新的，然后 全新，然后整车输入的，其实非常有限的，好，因为那个部分的话非常的贵，好，所以呢，我们大概都是零组件等等进来，然后再来做组装，好，包括就说车台啊等等，然后打造车身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单单是新车全新整车进来才做租税的优免，要来促进空污的减碳排放，那个缘木求鱼啊。所以就是说依照在台湾的就是说实际的就是说情况的话，如果我们要加强这一个部分，必须在零组件的这个部分就做到好，那在新的车子做组装的时候，它就能够用一些比较贵比较能够减碳，那然后少低污染的这些零件来组装新的就的车子，那我想基本上面应该是基于这样子的原则跟角色，所以我们除了整车的新车之外，在零组件的这个部分提供优惠。好，好 ，OK， 好，那针对保留部分还有没有那个需要讨论？下次好。保留部分，其他保留部分呢、啊？第87章啊，我们没有意见了哈，因为这个苏部长说可以啊，苏院长说不可以，苏部长说是可以的哈，这个所以没有意见。其他的我是觉得，请海关给我海关署啊，关务署给我们一个详细的说明，理由是什么？好吧，好再让来用书面的文字、啊、来说服我们，好了，好吧。好，那是不是这样子哈？就针对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其中第3章、第7章、第8章、第21章以及第19章中调制奶皮，第20章中之味噌，第22章中之谷类酒保留，那送游泳协商以外，其余的经照案通过。好的，黄委员。对不起，87先保留好不好？请环保署把税税支出评估送来。有，87了。已经出来了。不是啊，因为我刚刚对他们那样讲哦，事实上其他委员讲了很多，我就不要再插了，因为你们现在是只有让新车换零件嘛，限于新车的零件嘛，新的零件。87。啊，对啦。那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是给旧车的零件，包括在里面吗？没有，对啊，我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他有意见，他有意见。OK， 那这样我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就是说你把它限新车，那没有包括旧车，那你的意思是要让大家一定要去买新的车子？在空屋里面。啊，你如果旧车换了新的零件，可以改善空屋的话，为什么不？不行，刚刚有委员提啦，啊，我也听得懂啊，但是我听了半天就没听到你们的答案呢、啊。你们说明一下。好，我们提。我先这样讲。叫张伟，你环保署你的太旧，那个换新，好、哦，你这个是包括新车以及中古车，1、2、3期去换5、6期的，好、哦，不管新车。哦、不管中古车，只要是排放标准有提升的，都有分期补助，这个很明确。好，这是环保署补助，但我们货物税当中，哦、要退减征的那个货物税，只有针对新车。讲到这里没有问题了哈、哦，在货物税当中、哦、不管你1、2、3期哪一期的，也不管你5、6期哪一期的，都是旧换新车。环保署是太旧换新，包括中古车。好，那个我们现在讲完了，现在是在讲关税的部分。你在条文里面，你这里写的是新车领牌登记。有时候你零组件进来的话，假如啦，我是1、2、3期换5、6期的
中古车，我也是排放标准有提升的，但我不是新车，这样子这个零组件的一个进口，在这一条关税当中有没有受到减征关税的优惠呢？大家就直接是这样讲了。好，没有他没有减征关税优惠，可是我们有补助调休的费用，我们是补助车主啊，还不是那个。我的理解，好，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应不同的状况跟需求。所以刚刚委员跟江委员所讲的这个情况，对于旧车它汰换零件，那然后来把排放标准可以提高，那然后降低空污的这个部分，那个是我们用环保的空污基金在做补助。好，用不同的钱来做这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降低零组件的这样子的关税，主要会是对我们在台湾组装的时候，组装的新车的这个部分可以提供，就是说优惠的关税。好，那然后相当的部分的话可以退给新购新车的人。好，那另外如果整车输入，我们买整车新车的那个部分的话，在货物税里面然后可以给他40万的补助，会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同样的就达到同样的就做目的，对不对？对，是委员的了解相当正确。好，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先暂时休息5分钟。啊，这部分先由办法送出去，然后请他们再协调，协调以前，他们要做出评估，又 OK 又才可以。协商以前，送出去先做评估，跟那个委员会沟通。太有这个太好。第二张还是文章通啊，先决定像这个就不予修订，就不予修，下次再另外说。刚才我们讲的就我保留的，对，这里去修正，像比较简单，让这个跟巴拉圭的赶快过。对啊，老师关心一件事，也可以请你。80张我们可以让他。就你们怎么没有考虑其他的？大家通通有意见，通通不予。有意见他的事，我们可以让你先调整。这其他的就不予修正，这样是最快。巴拉圭人都 OK 的。你其他的你要让他过，我跟你讲，我会跟又很容易的，我让你跟会做成协议。巴拉圭人肯定不会。不要，不然我知道他的意思。这种税哈，太多问题了。基本我为什么要放这个？你总要一定要有很强的理由。以前这个关税，我跟你讲啊，马谁谁也是两任，马一个人我都很少碰这种东西的，不要去后面多少利益在里面。那现在以国际上，日本现在一直降下来，他还一直降，他们不是没降，他们光只有人，但光只有做，就说过不了。那新车登记的人会不会两边都领到？不会，他只能领一边，是不是？对。他领的金额也差不多吗？还不一样。所以新车大概是40万。那个购物税不会。我知道，啊，这个另外那条管道最高到27万。调休最高我们算过，可以到15万。15万嘛。是。就这个差别还是很大啊，因为你买车价大概是说是300-400万以前以上，所以他本来就要拿出比较多的钱。那你调税的话，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买新车的准备。如果你买台自行车的话，你货物税40万的减征也拿到。那你另外有太旧的车子，老旧大型的柴油车的60万也会拿到。对新车而言，在货物税里，以后如果有涉及到太旧换新，加起来105万，那不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可以，排放标准比较高，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可以，他最多就拿90万，30万我觉得好像是40万左右，他就拿不到货物税的，他现在大家就是说旧那些套到关税上，对，因为他是不同的，而且你一店进来，你可能到处乱装，那个很难去查证，所以我们当初是同意关税那边是没有行政的，只有关税没有货物税，货物税是整车的。是。
有人回来想想，来证明一下，他们把在。
对，这个我要带回去吸收。这个我早就应该要拿了，可以给我新的，可以啊，可以啊，你拿新的来给我，哎。新的可能要请别人送到你办公室，还是？是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今天要审这个法案，然后这些基础的资料之前都没给。是不是交给财政部？对啊，财政部也没拿来啊。因为委员不建议这个，可以先给委员，到时候再送新的来。圈子都要修的，好几百项，甚至上千项，只过了这四五项，这个 CCTV 那边就好了。我为你写个建议，你写个，过了这几项 ，CCTV 就可以过了。就你这个，我看你们真是很。大型柴油车啊，太旧换新。这个有多少版？换太旧换新，换中。我查一下，因为我们正好在预告。这个我有。那另外一个是大型柴油车，我之前跟你们要的，我有拿到。家装污染防治设备及调修补助办法。我之前给你们拿的是这个。哦，这个是调修。对。没有，这是换。哦，太旧换新。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是，加装污，因为我们现在是加装滤烟器补助办法，下面加装污染防治设备及调修补助办法。好，所以那个其实就相较于这个大型柴油车淘汰老旧的补助办法，相对来本对零组件的。我们本来有两个补助办法嘛，一个是淘汰，太旧换新；另外不，一个是淘汰就补给补，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加装滤烟器给他补，啊，现在这个。淘汰的部分可以太旧换新，或换中古车都可以。然后另外加装滤烟器的部分，我们就不限制滤烟器，它只要污染防治设备或焊调修，只要污染有改善，我们就可以补助。这样讲就整个就对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全部就是有六大，针对这个大型柴油车有六大经济方案，就是包括就是说，它只要符合人均氧排放标准就可以上路，然后另外就是要降它的车价，就透过那个货物税跟关税来降车价。另外我们给予补助，你就淘汰就是太旧换新或换中古车，我们给补助。另外一个你调修或加装污染防治设备也给补助。啊，然后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加速上去快就换新。所以要请委员不行。我刚刚又对，你帮我讲。对。那个一二三期换五六期的，三期换五六期的中古车补助到40万。对，补助。而且明年还变成。变成35万，补助跟明年补助。希望大家鼓励大家，今年赶快换，已经符合可以换的就尽快来换吧。
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大家就坐。好，好，因为刚刚哈，刚刚也沟通那么久，实在不好意思休息的太久。那因为还有几个章节，也一直还在保留阶段，比如说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二十一章跟第八十七章，还有第十九章的部分，跟二十章的部分、二十二章的部分等等。那另外就是在刚刚有跟会员提到，他有提到第三章的部分可以考虑先不保留哈、哦。那等一下是不是有意见再提？那我先询问一下，就是在场的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要询问啊？会员来。我现在改变了一些状况，我想要充分了解哈，第三章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摆在这里？我们税损有多少？麻烦讲得清楚。这个部分来讲清楚，请那个官务署就税损的部分啊，跟为什么要提出这几项哈，把它讲清楚。来，署长。税产品的部分啊，有那个，其实台湾区 是谁找你们来讲？是台湾区冷冻水产品工会建议调降。什么工会？台湾区冷冻水产品工会。有没有透过我们的委员？有。有透过我们的委员哈、哦。是。名字先不讲，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啊、哦。这个会影响的税收有多少？总共。先讲清楚哈、哦。是。这委员是透过。时代力量、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产品的部分啊，这个透过的委员是国民党、时代力量还是民进党？民进党啊、哦，民进党哈、哦。是。这个税损会有多少钱？委员，因为我必须重新加总一下，柳叶鱼有451万，好，那味熏制鲟是477万，然后。冷冻的海扇贝是1640万，冷冻墨鱼是1985，然后冷冻章鱼是242，对，总共4078万，这个部分是五项，总共多少？那个，那我补充一下，五项水产品是冷冻水产品工会，这五项是4078。4000，一年哈，每一年就少了4000万。是哇，像你们长照多放一点，可以影响那么多人都不肯。这个随便找几位委员来关说，一年就少了4000多万。你刚才我记写起来还不止，1700、1900、400、400、4000多万，是不是一年就4000多万？你们心中啊，不要只有有钱人呐、啊，心中要有我们的庶民呐、啊，心间尤其是。所得 越少的人，我们又要去在意了，不要去针对那些有钱人嘛，是吧？这个我这个坚决反对啊，对不对？这个没有理由只针对有钱人把门开的那么大，透过执事长的立委马上就说话，下面通通都是啦，讲白了好不好？好，那、这一条会员是保留吗？好，来黄委员，那个是不是麻烦那个冷冻水产品工会啊？他们要求要调降的缩帖，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所有的委员知道？它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嘛？好，对啊，我所了解没有缩帖哦，只是口头来拜托。有缩帖，这个有。然后就你们就交给了官务署，官务署你们拔替人民把守海关。有那么轻松的哦？说放就放哦？你们的祸国殃民，我跟你讲。那第三条有意见保留，那就是第三章。好，那本席做个这样的决议，就是针对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其中除了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二十一章、第八十一章、八十七章以及第十九章之调制奶皮，第二十章之味噌，第二十二章之谷类酒保留，
松叶会协商，其余的经召案通过。哎，这个没有只针对这个去协商的哈，要就是把它剔除。我们一张一张在这个主席不要急嘛，不要急着护航嘛。你护航的背后会被人家质疑哦。好，我也。这里面都牵涉到利益哦。我再了解一下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七章食用蔬菜部分分类，这是谁找你们来关说的？这个金额会影响到多大？涵盖的地区有哪一些？山药的部分税损是2464万，那这个部分是农委会主动提出来的。农委会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提出。来，农委会，一项一项慢慢来，好不好？农委会，主席啊，牵涉到那么多的利益，不可以马上用包裹就通过哈。先告诉我们一项一项的这个总共第七章里面有几项？第七章，一项，只有一项。好，你是上面写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与快进菜类，第三章你们现在第七章现在要调整的只有一项。对，因为这是张敏嘛。啊，张敏，你现在好调整这项，理由是什么？好，包委员，那我会说明这一项哈。我们台湾的山药产的还不够。确实是因为我们进口量很多啦。那现在山药最主要的产地大概就是两个地方，新北市跟南投县，最主要是这两个地方。那产量的数量确实大概是400-500公顷左右，每年的这个400-500左右的生产面积，每一年大概是这么公顷。公顷啊，那产量。那我们现在进口从哪边进口？有进口，所以产量。从哪边进口嘛？最主要有几个国家，像是日本呐，哈。讲大声一点，让我们听到。像是日本有进口，或是像中国大陆也有进口，大概。别扯了，都是日本的。日本是最主要，确实是很多是从日本进来，因为山药的这一个大概。那请问你一年从日本进口多少？进口量呢？我在进口哈，山药一年大概进口大概是3000吨左右。3000吨，嗯、大概是从日本进来多少？从中国大陆进来多少？日本大概是对不起，我口误了。中国大陆的山药不可以进来，最主要是这个。对，你们又在扯。日本没有，我刚才有澄清，我口误了。最主要都是从日本进来，大概就99%，大概都是从、这个。各位听到没有？又是日本。这边有没有包括我们被核实认定的那几个县？有没有？不会嘞，这个跟核实的议题是，这不是那核实来的议题。那你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只开放针对日本的这样？包委员，我刚才特别说明，他一年3000多吨，大概3000吨左右。那我们整个的税损是多少，署长？大概是2400万左右。税损大概是2400万，但是它最主要不是因为核实啦，是因为我们在评估国内本来就有需求，因为我们的生产量本来就不足，所以才选。其实所有只要是开放，对农产品来讲，这个我们现在的进口商是谁？这个个别进口商，这个我不晓得，因为你不晓得，海关总应该会知道吧？进口商是谁？我们可以查，但是我现在手边没有。对。赶快，反正我们待会儿还讨论别的，赶快告诉我们进口商是谁。这个部分哈，那进口商我是不是先说明为什么要进口这个？因为我们的山下一位王委员，我们山药的形态其实跟日本形态是不一样啦，因为我们国内的形态的山药最主要就是熟食，这是我们国内最主要的，熟食是我们台湾人最消费的形态。那日本的山药的形态一般是做生鲜，比如说像沙拉，所以它即使会进来跟我们的消费市场去，是很明显是区隔，不至于说就替代我们国内的形态，这个是很明显。那因为我们要对全球做开放的话，某种程度要选对国内来讲不应该很高度替代，这个就是我们在评估的原理，是从，它不是那先选的香料才做说明，是因为要对全球降税要开放的时候，我们逐一去衡量哪些对国内不至于造成影响，是这样来的。好，黄国章委，国
所以这个项目是农委会自己主动提的，是吗？哎，很多的品项都是逐一过滤过以后，我们去过滤过。不好意思，我就针对问题回答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品项是农委会主动提的吗？当时确实是有很多品项了，那我们一直在排除到，我们对，所以是农委会自己主动提的吗？当时有提出这个品项出来。那是不是可以麻烦那个农委会啊，把你们决定要排除这个品项，所有开过会议的会议记录能够提供？好，因为我对于你们这个决策的过程，我现在充满了高度的狐疑啊。好，这位大委，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位大委，好。我请教农委会哦，山药国内一年生产多少？那你这样开放的结果对国内农民冲击多大？因为哦，当我们在推动经贸特区的时候，哇，全力反对，连到特区里面加工出口都怕。你现在竟然直接开放进口，那就山药，你说一个熟食，一个生食。照样啊，你假设我们种的产品是非常好的，一样可以生食，是照样可以替代，就没办法替代吗？所以第一个两个问题，有没有问过农民或农会的意见？第二个，这两个生食跟熟食照样可以替代吗？你为什么开放？好，谢谢委员。我们大概一年的面积大概是在400到500左右了，产量大约是在12000到15000公吨左右，因为这个是一个短期作物，大概的产量大概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有开过产业座谈，也有跟产地沟通过，确实是有。生食跟熟食本来就是很大的区隔，因为我们台湾人吃的是熟食，是冰冷的东西，很多消费者其实不会是接受，所以它的市场区隔其实是很明显。第一个，那个只是处理的方式嘛，那这两种开放进来，你也可以用来生吃，也可以用来煮熟来吃啊，那只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啊。那我们产的山药跟日本进口山药差在哪里？你只是处理方式不一样而已。哦，委员，其实山药的样态通称都叫山药啊，但是山药样态本来就不大一样，能做熟食的产品，我们国内生产主要都是做熟食，因为熟食跟沙拉本来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像叶菜类也是一样啊，主食熟食的叶菜类跟生食沙拉本来就是截然不同。我们台湾人吃的是熟食，这种是热食的消费形态跟冰冷的本来就不大一样。这个你没有回答问题。你说台湾产的山药不可以做沙拉吗？不可以拿来生食吗？我们的品种本来就是以主食为主，像我刚才特别报告，最主要就是在哪里？就是在民间，南投的民间跟新北市。那我们这种山料就是黑色的那种山，那个都是通称山料，这种都是主食为主的东西，大概是这样。我还要问，那假设因为你有大量进口需要，那你农委会为什么不辅导？为什么不辅导我们自己农民来种日本进口那种品相的那种东西？是气候不一样，还是不合适种植？所有的作物其实都是有作物制度，都是长期形成，其实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如果说经常性的，我们长期都是种这种品相，都是为主。真的要把它导引到不同的品相，当然还是有机会可以去辅导。不过我们的作物制度长期以来都是以熟食，这确实是这样子。好，还有没有提到底？好，那针对本草案的部分，因为有部分有共识，有部分未有共识。所以本席提议就是用表决的方式，就是我还没有问完啊，还没问完再继续问，这慢慢问嘛，就是不要急着回家吃饭，你还是有交女朋友啊？没有啊，赶快问吧，要跟女朋友约好去喝咖啡，是慢慢我再次开玩笑，我再开他玩笑，我再吃他豆腐啊。第八章啊，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八章是温州蜜柑啊。你用麦克风讲。第八章所讲的这一项是温州蜜柑，就是那种日本的甜蜜柑，小小的，台湾也有产，就是那种很小。谁提出来的？也是农委会。农委会讲说，你为什么要提这个？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章了，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通通是为了日本，通通为了日本。第三章是，第七章是，第八章也是。来，你告诉我有什么理由？好，来，各位，我来说明是这样了哈。当时我们为了要因应这个 TPP 开始，或是现在 CPTPP， 其实所有的章节都在检视。那我们在检视的过程中，当然不是为了日本，是为了 TPP。可是你现在第三章是为了日本，第七章摆明的是三要是日本，第八章刚才这个关务署长也讲是为了日本。他进口的国家其实有很多啦，你慢慢讲。温带的国家其实都能够产这个柑橘类，那我们一定要去衡量说哪些真的一定要开，对我们伤害相对来讲是小的。那我这个要跟委员报告。先讲清楚了，进口的国家哪里？每年的税损是多少？每年的税损哈，大概是400万呐、啊，大概是税你要说嘛？税制评估拿出来。这个温州蜜柑的部分调降15%，税损是526万。进口量很小。您农委会为什么提一个那么偏门的东西？这个偏门的东西提出来以后，就可以改善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就可以加入的 TPP 吗？我真是怀疑耶。八委员，我是说明。好了，我讲一下了。多这两位，你们农委会的回答真的是。因为我也跟农委会参加过一场会议啊，我们台湾的农产品的平均税率是15.6%了，那 CPTPP 的平均的农产品税率是8.4%，所以我们是偏高了。所以农委会事实上确实是为了参加 CPTPP 和 TPP， 一开始做了一些减税的措施了。那尤其是谷类酒，因为谷类酒税率现在高达40%嘛啊，那 Whisky 现在税率是零。那你如果未来要参加 CPTPP， 你一下要降到比如说个位数，那厂商一定受不了，所以要分阶段减呐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农委会真的是没有充分报告了，就是说我们相对上也得到日本的对于检疫一些项目的让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谈判啊。那主导者不是财政部了，说实在，财政部不是主席室的。主席室的应该是农委会啊，就是农委会你提出这些减的项目，你应该从这个大的角度，从 CPTPP 或者跟日本的经贸谈判的角度跟大家做个报告嘛，甚至有一些数字也该给人家嘛。比如说台湾的农产品的税率是偏高，所以你如果不处理，你未来根本没有机会参加 CPTPP。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日本事实上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是不是对我们的火龙果啊、蜜枣啦、啊，也相对做了一些让步，你一定要这样谈，你才对我们这些委员有说服力啊，是不是这样啊？谢谢。好，来，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啊，我跟农委会这个辩论有关经贸特区的事情，那陈吉仲都强力说，我为了农民的事情，啊，都在保护农民，现在今天又回头讲，连我们经贸特区。那进口出来加工，全部加工出口，他都怕，也不能进到课税区。你假设经贸特区好好发展，还可以使用国内的原料，带动国内，尤其农产品有季节性哦，有些季节性，你日本不谈，中国大陆不谈，你用台湾的、啊，这都很清楚。所以现在，过两天说要降很多的税率，说要保护农民，所以今天开始，我今天很讲清楚，我农委会的。提的每一项，我都不赞成，一项都不赞成。我管他是什么东西，我一项都不赞成。我一定要求每一项到宴会去逐项表决，一项都不赞成。因为陈吉仲说要保障农民嘛，我们就还要保障农民，一项半项都不准。对，好，来余婉如委员。那个，我想每个委员的意见都非常宝贵，也都是要重视哈。只是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议题不要混淆在一起在谈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我的理解啊，资金区哈，它的问题对农民的伤害，不是说我进口税率降低而已，而是说，当有些农产品进来台湾加工出口之后，它叫 Made in Taiwan。如果我们看法国的红酒。法国的红酒要叫做法国的葡萄酒，你就一定要在法国种的葡萄嘛，对不对？
那我今天如果说我是茶，哦，当然中国的茶已经进到台湾，我们也知道。但如果中国茶进到台湾，在我这边加工制造出口之后，叫台湾茶，这个就是我们担心会去伤害台湾农民、台湾农产品的这个价值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东西，其实最主要是说在回应过去日本对我们农产品检疫的放宽，让我们进口好出口蜜枣到日本去，好，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善意的回应。那今天委员有关心到说，这些农产品好，它的选择的结果，为什么这样选择的过程，它对我们台湾的税损是什么？好，我相信就是说，我的理解是说，农委会有特别筛选对台湾冲击比较小的了，甚至是很小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台湾种，我一开放，我台湾农民就完蛋了这种的农产品哈。所以我觉得问题要厘清，而不是说混在一起谈。那我只是想说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哈。那也希望说在这边哦，就是理性讨论这些议题，因为毕竟加入 CPTPP 对台湾的帮助非常的大，它也不是说今天我加入我才要动作，而是在谈判过程我们就要开始有一些动作，否则的话有一方面不利于谈判，二来说谈判之后会造成台湾冲击是很大的。那我们这边国会的议员在这里做这些讨论应该是要理性的，还是希望说吼委员们能够多帮助台湾吼争取更多的经贸机会，好不好？谢谢。陈中委员，我赞成啦，但是在立法院，尤其现在在有麦克风发言的时候，希望更是专业。我只是不愿意攻击别人了。去年我问你，台湾一年出口报单多少件，你知道吗？1300万件，真正说有西产地的，你说中国茶会变成台湾茶的，你跟我讲真的会变成台湾茶，不要乱讲。有西产地的一例多少？去年8个月就有5件呐、啊。出口报单是1300万件，不要乱讲。好，那第19章有没有要再继续询问？第几章？第19啊。第19，我叫你跳得快。乃至调制奶皮。来，那个一样，请那个农委会或谁来做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开放，要减税，金额是多大，都是从哪些国家来？调制奶皮是工业产品啊。工业理解了，但是这是对，其实这个调制奶皮就是那个 cream 上面那个奶上面那一层啊，那我们国内都没有产。那我们的生乳年产量有38.6万公吨哈，那有99%都是变成液态乳，那上面那个 cream 我们都是靠进口，所以当时那现在的税率是现行税是20%，所以因为都是靠进口，那因为它是食品加工产业蛮需要的一个东西。那现在调降都多少？调降为10%。哎，我们一年的税损有多少钱？938万，一年只有938万了。你不是一年有30几万公吨？那个是我们生乳的产量全部都是转成液态乳在喝，所以我们那个前我们的那上面那个 cream 都要靠进口。那一年进口多少吗？进口值是1382万进口的，所以如果调降10%的话，损失900多万。进口值是9382万，那调降10%，损失是938万。这个是谁提出来的？啊，这个是工业局。工业局。来，工业局来跟我们说明，你为什么要指这个？哦，农啊。哦，农委会。不会是农委会的。这个调制乳皮这个调制的乳皮哈，其实它是高度加工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生乳在国内一年大概是39万公升左右，那几乎100%都是做成液态乳，所以我们不会去做原物料的生产。那这种深度加工是因为工业产品需要原物料的投入才需要去进口，本质上它跟我们农委会主管的生乳其实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好，郑明忠委员，那工业局你提出为什么要降
税率的理由在哪里？你有没有问过相关同业工会的意见？啊，请到办公室。跟委员报告，因为我有参加过他们的说明会，我了解，因为也跟委这个相关的需要这样原料的工会有沟通过，他们都非常赞成。为什么？因为国内就如同刚刚农委会的处长所提到的，国内很少产制，90%超过90%以上都是进口。那所以如果进口这个关税可以调降的话，国内的这些需要使用到这些调制奶皮的产业，他们就可以获益，所以他们是非常的赞成。他们还甚至觉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甚至希望降多一点。那只不过我们就是逐渐降。这个从哪边进口？用麦克风。你看，又是日本，所以你们这次全部是针对日本来调降。但是我们税率是一体适用啊，对，哦，其实啊。我们将来降税是一体适用啊，对，知道当然一体适用。可是你现在都跟我这样，都是日本提出的要求。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我跟各位报告是第22章嘛，好，待会我们再慢慢讨论。你现在你看，你谈到现在目前所有的通通进口，大部分的国家或者99%的国家都是来自于日本。好，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对日本是完全投降了吗？好，郑明忠委员。很好，今天行政院对外谈判办公室，您是副执行秘书对不对？执行秘书。执行秘书。好，很好。您透过这个方式，您认为，您希望你等一下很精确的评估。您认为我们现在即使这样大幅降税的结果，我们加入 CPTPP 可能性多高？跟委员报告，加入 CPTPP 需要多方面的准备。那包括谢谢委员很多支持哦，我们国内的法制的调整，包括我们国内产业的调试，包括各项的准备工作。那我刚刚一开始有跟委员报告，CPTPP 它是共识决定，所以11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同意我们。可以加入，我们才可以加入。那跟委员报告，他们曾经在1月份在日本开过会。那他们对于新加入会员的要求，就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自由开放，就你这个国家够自由、够开放，你展现给我看你的自由开放的这个程度。比如说我们就跟他讲，我们这些法规都修的跟已经 CPTPP 差不多了。他觉得说，你法规的部分做的还不错。那关税的部分，其实我们目前在这些国家比起来算是比较高，特别是农产品的部分，我们平均关税好像刚刚有位先进说明是13.9%，这个关税的这个障碍是相当大，所以其实如果借由这个方式哦，我们调降一些比较象征性的一些税率，我同意委员刚刚有给我们指教，不可能降了这些人家就会同意，我非常同意。但是你如果不这样逐步开放，展现说我们已经逐渐要 ready 的话，我想要跟人家谈真的是缘木求鱼。以上跟委员做报告。好，来，谢谢执行秘书，你很坦诚的讲出真相。你的想法我也赞成，但是问题就是行政院或国发会都认为啊，我们要加入 CPTPP 或 RCEP 都准备好了，自由化程度非常的高啊。你的想法要跟他们反映啊，国发会的主委啊，农委会的主委啊，都这个准备好了。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我问的时候你没在场，他都讲话，自由化不得了，全世界第几名啊？不得了啊！你的想法跟他们两个不一样。陈委员，那个有一次会我有参加，他们没那么天真。你不晓得，但是嘿，在经济委员会我问他的时候就这样讲啊，他就这样讲啊。你问陈美玲啊。我们是一步一步准备啊，这个朝。再问一个问题了，你做 CPTP 11个国家是哪几个国家？你们可以很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委员的问题是什么意思？现在的重点 CPTP 的国家是哪几个呢？11个国家。对。亚洲的部分包括日本，包括马来西亚。包括越南，
包括汶莱、新加坡、纽州、那个纽西兰、澳洲，然后在美洲的部分有四个国家：墨西哥、秘鲁、智利、加拿大。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我们拼命降日本的 OK 啊，但是只是说啊，你像越南啊，像马来西亚啦、啊，我讲啊，不愿意泼你冷水了，政治理由就过不了关了。你同不同我的看法？马来西亚跟越南，过不了。你赞不赞同我的看法？因为马来西亚他们其实目前还没有这个完成国内的程序啦，所以。马来西亚，我想请教一下哈，关于这个奶昔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以前关税会变到20%？因为说我们国内完全没有生产吗？以前国内完全没有生产，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这个税率从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来以后都没有动过。对。对。而且不一样了，好，我可以同意进入，我们再讨论到20章了。20章这个微增，请问这个书这一章里面要调降什么？是哪些地区？我们进口的地区是哪些？税损是多少？报告委员，20章的部分都是巴拉圭的。你不是有分两部分吗？两部分啊，微增的第一个头版，第14页，在这边，是这边，对，20章有一项是微增，好，现在的税率是一年金额有多少？进口金额吗？啊，进口金额，我们损失一年大概要995万，大概996万，哎，都是来自于日本，主要进口国也是日本，也是日本，你看各位听到了哈，又是日本。日本，我们现在要加入 CPTPP 的国家只有一个，叫日本，好吧？啊，要11个国家同意。好，21章。对，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啊，我的理解啦，等一下可能再请经贸谈判说明一下哈，就是这11个国家当然不会说一下子我们今天跟日本讲好我们就加入 CPTPP 嘛，这个大家没那么天真啦，说实在话，但是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至少跟台湾是比较友好的，有来有往嘛，所以说我们要求日本的支持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我相信如果说今天是执政党，如果是国民党，应该也会这样子去思考战略嘛，对不对？我不会说就说好像因为只是日本，我觉得台湾好邀请台湾加入，其他人不答应我就不要做这个工作，不是嘛？谈判是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法案里面，这个税则修改的条例里面，大部分针对日本，我觉得其实是有原因的啦。也是希望说能够争取日本在 CPTPP 里面这么有主导的一个国家，可以尽早的先开始推荐我们台湾，开始能够带领我们有进入的一个门嘛，大概是这个想法啦，是不是？请经贸办公室可以再说明好不好？好，谢谢余委员。我想那个原来 TPP 是美国当头，那现在 CPTPP 是日本当头，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之前的几次的主要的会议都是在日本召开，不是在日本召开，就是由日本来召集，由日本的部长来当作主席，所以日本在这个集团里面它有绝对的影响力。当然我们还是要，委员刚指教的非常正确，其他国家我们都是要兼顾到，不是只有日本，但日本相较起来，它的确是它是美国退出以后，本来是大家认为说这个就不会再成了，没想到日本它是起来，它是统呼啊，它把大家揪起来，大家才会同意说这个11个要继续把它完成的。所以日本其实在 CPTPP 里面它有相当的一个角色存在。哎，谢谢委员。我对余委员讲话哈，我每一位委员讲话我都充分尊重，我也不需要去针对你的话去跟讲不一样的话哈。但是啊，我针对我们政府的官员，他是讲白了，现在谈的全部是跟日本有关系的，或者是我们委员交代的。现在啊，日本对我们好吗？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们的渔民一样在修理我们的渔民，不是吗？在世界舞台上有帮我们讲话吗？也都还没有。纯粹就是因为谢长廷或者我们民进党的官员或民进党的立委到日本去访问，答应人家的。
答应人家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不要讲那么好听啊！我就不相信今天你对日本那么好，日本就会马上明天给你跟台湾承诺，我一定让你加入这个组织，可能吗？不要去骗我，我们也不是三岁小孩，你不需要回答了。好，那充分讨论了，还有没有？就是刚刚的20章。好，21章，21章，麻烦你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对，关务署。是啊，21章有蛋黄酱、沙拉酱，还有。21章酱的有蛋黄酱跟沙拉酱一项，还有咖喱酱，好，还有一个汤制品。哎，那蛋黄酱这边从12.5降到6.3哦，税损的部分有1173万。咖喱酱从15%降到7.5%，税损的部分是2779万。那汤制品的部分从10%降到5%，税损的部分有186万。我们主要是日本的，但是我请我同事在查，比例比较高的是日本。也不需要查了，都是日本的，今天通通是日本的。那谁提的？这个是农委会还是？是加工食品，是工业组织。他们人呢？工业局。回答一下。来。报告委员，那主要是因为好像我们这次的是蛋黄酱、沙拉酱、咖喱酱这些，那这些好就是台湾有厂商生产，可是生产的话就是说比较不完全是就是专一生产这些产品哦，就是说我们的厂商生产除了这些产品以外，也会生产其他的这种调制产品。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对厂商的对我们国内产业的影响比较少，然后我们先试着哈，而且这种产品呢其实都有一些口味性跟地域性，所以我们不见得稍微调降其实也不会影响国内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们真的吗？请教一下有没有我们委员在关心这个事？目前没有。你只是不敢说而已，我们委员在关心这个事。国内有生产的，国内有生产，你有这个必要吗？其实我们有办公室主席秘书。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在调制食品的部分，台湾的平均关税是16.54%。那刚刚有跟委员报告，整个这个就是我们在24章之前属于农产品这一类的，是平均关税13.9%，所以这一大类的平均关税其实都是高于。所有的这个关税啊，这个也降的太多了吧？降到什么？我刚听还有降到降一半，7点多、6点多的也降一半。哎，也降的太多，而且国内有生产这个东西嘛，不是吗？我们进口占国内我们需求量有多少？很少吧？进口的部分，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部分都跟厂商又是来自于日本。跟厂商已经做过沟通哦，那其实。这个有开过公听会，所以厂商也都充分。你们跟哪些厂商做过沟通？他们也这个跟工会是可能有，我们有跟像那个糖果饼干这些工会联系呀，还有酿造工会，因为这些产品呢，其实台湾其实还蛮有竞争力的。然后其实而且我们有独特的口味，然后我们这种产品其实也有机会去外销，所以有跟我们的一些产业的工协会有讨论过。跟委员报告，他在会中他是讲说，像这类产品降关税以后，对国内的产业较无冲击，赞成调降关税与争取加入其他的经贸组织哦。那像酿造工会也提到说，感谢这个政府有积极帮我们这个更开放，而且你们拿着枪逼着人家，人家敢不给你说你们好。不是跟委员报告，其实，刚刚委员有提到说日本的部分啊，其实我跟委员报告，他们其实也相对应的量低，不用再发言了。哎，主席，为什么讲到现在哦？你看讲到第21章，都是跟日本有关，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理由？本来就抱日本大腿啊，这些东西进口，日本进口的比较多啊，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理由？那个22章，我跟你讲啊，只抱了日本的大腿，日本最后也不会感谢你。
另外十个国家人家也看到你抱着日本大腿以后，他就会改谢你吗？不会的啦，真的，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谢长廷呐，不就这样子吗？来，我们来讨论22章，这个影响比较大。古烈酒，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他是巴拉圭的。22章，这个是酿造古烈酒，是古烈酒，是。好，谁来说？国库告诉我有什么样的 item？ 国库。第二个，我们税损有多少？第三个，我问的一样是从哪些国家来？好吧，国库组。啊，那当然，这个古烈酒，因为我们加入 WTO 以后啊，那都是实现那个关税的减让。现在除了古烈酒是维持40%以外，其他的酒啊，酿造酒都降到20%以下，像啤酒或是威士忌是0%，葡萄酒是10%。那当然，这个我们为了积极参与经贸的组织，创造有利的那个跟 CPP 的状态。回答我的问题好吗？是，那这个主要是你听我先回答我的问题好吗？是，那就是主要的是几乎90%以上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了，那的税损大概有6000多万。各位又听到了吗？又是日本，主要是为了酒。那现在关务署，主要是为了酒，又是日本，一年6000多，我还不相信，到时候只有那么少。哎，你们看到日本人就自动矮三节哦。来，关务署。说明一下整个目前国内的一个酒类的市场哦，整个我们目前大概107年整个酒的市场大概有7.7928万公升呐、啊，那进口谷类酒的部分有224万公升，啊，那其实占整个整体的酒厂上大概在0.29%，大概0.3%左右，所以它的量其实是不大。那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确是日本，对，那它整个市场的比例其实是不大。好，黄国昌委员。第一个是，你们可以有政策立场，可以有选择，可以有互惠互利，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说明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只截取片面的资讯。我为什么这样说？你说谷类酒只有224万公升，然后占全部酒类的比例很低。但是你要告诉大家的事情说，谷类酒本来占全部酒类的比例本来就低嘛，但问题是谷类酒在国内它的数量有433万公升，那你进口的是224万公升，大家在担心的不是说谷类酒跟其他蒸馏酒之间竞争的问题，大家在担心的是你把进口的谷类酒关税调降这么低以后，对国内的谷类酒它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你们之前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又一直说因为国外的谷类酒进来其实就日本的清酒了，价格比较高，然后没有什么替代性。但是我看你们那个报告，我们200块以下进口的数量是182万公升，200块以下的，你真的所谓高价的1000块以上的，只有41000公升，那实际出来的 data 跟你们描述的也不一样啊，因为那不是只有说进口的全部都锁定在高价的部分，它也有低价，而且低价你说182万公升，可以说是全部数量占到90%以上嘞，那这个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说，就是说你们在这边说明的时候，只截取一些很片段的资讯，要告诉委员说啊，比例很低啦，都是高价的啦，对国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实际看你们详细的报告，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是国库组。当然，因为我们国内的谷类酒哈。主要跟这个清酒那个是有区隔了，因为我们的主要的谷类酒是像绍兴酒、黄酒、花刀酒，啊，那这个就是用酿造的方式为主哈、啊。那当然进口的谷类酒就是清酒是占最大宗啦，那两者的风味其实是有比较有差别，所以说相对，它的那个替代性就不会。当然那国内比较生产谷类酒的，就是台酒跟现在像雾
雾峰那个林场有还那其他的生产的厂商，大概他们也都有做准备的，对这个觉得他们如果说开放，对他们来讲冲击也不大，他们可以来应应。哎，所长，我请问一下哈，这是你们主动提出来的吗？哦，这个当然是配合整个的那个，谁叫你们提出来的？这个谁叫你提出来的？可不可以告诉我谁叫你提出来的？这配合整个政策要提高对啊，是在座的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哈，我们台委的委员们啊，我们烟酒公司有出清酒。清酒还不错哦，大部分的烟酒公司是归你管哦，你居然叫进口日本的清酒来打我们烟酒公司的酒，我跟你讲，我发现你是匪谍哦，是吧？是不是？哎，你回答我的问题，谁叫你提出来的？报告组，谁叫你提出来的？只要是配合自由化，我谁叫你提出来的？谁叫你提出来的？也不敢讲。好，上面交代的，好，我跟你讲哈，你真的很丢脸的，烟酒公司归你管呢，你结果你开门易道，让我们烟酒公司的竞争对手来打我们烟酒公司，你根本就不适应，我跟你讲。好，王龙张委员，让我说明一下，因为我有详细看过这一个税制支出评估啊，刚刚署长讲的是我们进口的清酒。大概都是饮用的，好，就是说这在相关的日本料理啊等等，那个清酒是直接饮用，在谷类酒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自己生产的，好，台湾自己生产的谷类酒，好，就主要就是清酒，然后米酒。我刚才为什么要生气哈？他在骗人。他说台湾有什么花雕啊什么的，他就不提台湾有生产清酒。我们烟酒公司有清酒，玉泉的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你麻烦你真的告诉我，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哎，主持人，不，那个赵姐，这个也要很讲公的，谁交代他的嘛？等一下，你让我讲完。他是管我们烟酒公司的人呢、啊。对。结果我们今天，哎，烟酒公司如果说没有出清酒，我们开门让日本进来，我还可以讨论。今天我们有，你还让他进来？会员，什么道理啊？让黄章委员先讲。可以要求他们再做说明，好不好？让我讲完。好，那另外就是说，包括花雕、黄酒，然后绍兴酒的这个部分，好，烟酒公现在叫烟酒公司出的这个部分，其实除了清酒以外，很少直接饮用。然后过去的话，我们在喜庆宴会的时候还会喝绍兴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这个部分要少。那它不是二次分六的蒸馏酒，那然后它主要就是酿造的之后过滤的酒。那这个部分的话，刚刚讲的这些，除了清酒以外的话，大部分都是料理使用，哦，都是料理使用，所以跟进口日本清酒事实上有区隔。那再来谈，就是说台湾的清酒，烟酒公司的就是说清酒，其实这几类酒，大概就只有台湾烟酒公司在出，其他的就是说我们有的就是说酒厂，大概就是葡萄酒跟威士忌酒。那同样的就是说在清酒的这一个部分的话，那个价格也有相当的差别啊，会饮用台湾。就是说清酒的这一个部分，但因为引用日本进口的，就是说清酒，这个在市场上面大概也有就是说差别。那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来看，就是说这样子的谷类酒，日本的就是说清酒来讲的话，它大概的情况里面，在你们税制支出评估报告里面的话，大概也都是比较高价的清酒，然后不会拿来做料理使用。那所以同样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好，对烟酒公司的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影响？会，就是说一定会有，但是就是说影响就是说大不大？那烟酒公司在报告里面的话，表示就是说他们可以配合，就是说政策。好，那当然就是说好，不是我现在都在讲，我看到等一下，等一下让他讲完的，这不是我写的嘛？自己说是，我现在自己被人家阉割。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这一些谷物酒主要都作为就是说料理使用，很少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可以知道，
我们很少就是说直接拿来做饮用的使用。那所以在这上面的话，日本清酒好进来了，就用比较低的关税就是说进来了，可以造成的就是说影响相对是低的。好，我看到的就是说报告的情况跟内容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有没有错的就是说地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跟日本清酒还有我们自己产的，就是说谷类酒，事实上还是有就是说市场的区隔跟差别的。这个不能来解释。好，来讲一下哈。麻烦啊，现在我们要替我们烟酒公司那么多的同仁啊，要去替他们想一想，他们现在经营的也很辛苦。我相信啊，刚才王章委员讲这种话，我们烟酒公司的同仁今天透过这种录影，他不会对你原谅的。我们烟酒公司的玉泉清酒，难道真的没有那么竞争力吗？你要听我讲完啊！我觉得这是严重的对我们烟酒公司的能力的侮辱，尤其是我对我们肖署长为什么那么生气？你是烟酒公司的上级领导，你是他们的主管，你是负责他们的业务。今天烟酒公司真的叫唾沫自甘，说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不相信。会讲的话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做董事长，一个叫总经理。他们怕你们被你们换掉无能，其他烟酒公司的同仁会讲这种话，我不相信。真的，我觉得帮日本人讲话的同时，不要侮辱到我们自己的同胞了。好，来，王龙章委，再下来是黄国章。我再补充一个数字就好了。好，谷类酒的这个部分占我们所有生产酒类的这个部分0.5%。好，黄国章委员。对不起，我有点困惑，因为我看到你们提供给大家的书面资料，说国产清酒的市场价格一般比较低廉，有品牌的知名度及购买的便利性，所以对于高年龄族群对国产酒有一定的忠诚度。然后日本清酒是高单价稀少性，所以不同，但问题是你们这样子的叙述，显然国产的金酒也是拿来喝，不是拿来煮菜的啊。来，这个国库署委员吧。当然，这个国内的清酒也是用饮用的为主了，但是我们说国内的谷类酒，像其他的那个绍兴，因为这个调降的整个是谷类酒，那对于绍兴黄酒花雕，现在就是用饮用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还有米酒，大概就是比较是做料理的啦。那当然，这个如果说以绍兴黄酒，它的价格也是比较低。谢谢。好。来，我发现你为什么要胡说八道？请问我们绍兴酒、花雕酒是拿来做料理的吗？是吗？现在比较是这样子啊，现在是这样子。你不要乱讲好不好？这大家都拿来喝的。以前是用喝的。料酒是米酒啊。以前是喝的、啊哎。谁说很少喝？我就有在喝啊。不要乱讲，不要乱。问题绍兴跟花雕不是料理酒，你怎么把它定位在料理酒呢？反过来日本税都不一样、真的，大家不要乱讲哦。花雕跟花，我们虽然很少喝是没错，花烧跟绍兴就是一般的饮用酒。对了，什么叫做料酒呢？台湾谷类酒。署长，回答我问题，花雕跟绍兴叫做料理酒吗？是还不是？不是定位，不是料理酒。那你刚才怎么？我是只是说他们一般也都有。胡说八道，你真是！你在国会电台在那边乱讲。你今天讲话是刻意在打击烟酒公司啊！我跟你讲，下个会期你预算，我全力杯葛你。我跟你讲。好，林德虎委员。好，其实哈，你最后滚蛋！我一直认为说，这个我们很多同仁。尤其针对这个烟酒公司他所制造的产品，那你今天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今天要是把日本进口的这些清酒税率降低，绝对会冲击到我们本土的玉泉清酒。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你一降低以后，这个
很多人尝鲜，他就会去买日本的清酒。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冲击到我们烟酒公司所产的清酒，这毋庸置疑啦。哦，其实我认为说，你很多产品要让它进来，你要调降税率，但是这个还是要全盘的去考量，不是哦，为了加入啊 CPTPP 哦，然后就意味着什么都来配合，那个实在是哦，那个实在是不应该这么做了。哦，你抱人家大腿，到时候税率降低，你还不一定能够进得了。哦，因为有11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同意你就进不了。哦，好，来，慧委员，我真的诚恳都跟我们委员们呢、委员会来报告哈，我呼吁一下哈，这个清酒哈是针对清酒去降低关税，我觉得没什么道理。如果真的要降低关税，所有的酒类你都降低，对不对？包括 whisky， 包括红酒，大家来听我讲完，听我讲完啊！只有针对日本的清酒，我觉得真没道理。同时啊，我们真的也要考量烟酒公司它的生存。烟酒公司现在的获利能力也很差，香烟被日本的香烟在台南设厂打得一塌糊涂。然后在现在日本的清酒，针对日本，我们烟酒公司的玉泉清酒，我喝过几次，我觉得还不错啊。我们应该要让他们好好的研发，赶得上日本的清酒的品质。我也当然了解日本的清酒的品质可能比它好的很多，但是我们要研发，现在有竞争，这时候你对日是单独独立日本的清酒，我觉得没有道理。然后我们主管的署长在这胡扯什么？花雕绍兴是料理酒，好意思这样子讲吗？你是这个，你今天啊，应该去捍卫烟酒公司的员工的生存权，你应该要捍卫我们台湾清酒的生存权。你反而帮日本人在讲话，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国人呢？真的，平常讲，我以前对你很尊敬，现在对你尊敬一点都没有了。我建议你最好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你在糟蹋烟酒公司。好，那这个酒类的部分呢，清酒我来解释一下。那个署长你要学习一下。我4月18号去桃园清酒做清酒的酒厂，那玉泉清酒它的布盒就是说它的米芯可以磨到55%。那日本的酒不一样，是踏剂，它磨到23%而已，或者是39%，所以它有3割9跟2割3，这个是我国内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国内做不到的。这种是它类似一个国酒，所以踏剂在日本卖得非常的好，所以这种技术我们没有。所以如果是进3割9、2割3，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市场的区隔，你做不到那种酒。所以哈、这个署长你在解释的时候，真的你要好的学习一下。哦，那个以前的那个绍兴啊，跟花雕，那个在早期的台湾的年代，很多都是喝那个酒，那个是饮用酒。只是到现在，很多人去把它当成醉鸡的这些使用，而你会把它慢慢的想说啊，嘿，那就是料理酒，其实它是一种饮用酒。哎，郭正委，我当然日本有一些清酒是台湾做不到了，可是刚刚黄国昌委员也有提到哈，国库署提出来的税事报告，谷类酒进口去年是220万公升哦。其中有180万公升是200元以下，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便宜类的。所以事实上，未来如果降税，坦白讲降税也是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现在谷类酒税率是40%哈 ，whisky 几乎是零啊，那差别真的很大。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并不是如大家所讲的说你进来的是高级品啊，不是。你可能就会打到玉泉了、啊。刚我去查了一下玉泉哦、玉泉如果是600毫升的，它的定价大概就是150几块到500块之间嘛。那你日本这个进来一定是大桶装的啦，它在分装，然后到零售之后，我估计它的价格也不会比台湾高太多了。如果是你用大类来看嘛，这个是国库署自己做的报告。所以事实上跟大家的理解不太一样哦。好，谢谢。好，署长还要补充吗？没有。好，
啊，都已经充分讨论，再是87章。我请教一下，我们讨论那么久，你觉得这个日本的清酒要开放吗？啊，要开放降低关税，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行政院不知道谁 交代他的，真的我跟各位同仁们报告，我们真的需要那样子如此这般的去巴结日本人吗？好，何必需要巴结日本人成这个？日本人因为你今天我们才会通过这个东西，他就会感谢我们，然后协助我们加入各种的国际场合吗？各位好好想想，有必要如此的巴结日本人吗？好，充分讨论过了哈，现在看一下87章，第87章，87章还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我现在要进行处理，针对第二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五章及第十七章，各位委员均无异议，那是否就照案通过？第二章，主席、我还是要请教一下了哈。真的，主席，你不愿意回答，我请教苏部长回答。我们为什么要今天？我针对这个叫巴拉圭，我没有意见哈。这个是以外交的需要，啊，我支持。我们外交人员这个打仗很辛苦，我支持啊。不管里面的内容，我都支持。但是今天，尤其是第21章。财政部又是烟酒公司的上级指导单位啊，请问一下，第22章为什么要开放清酒？部长，请你回答一下。好，不是开放，大幅降低清酒的进口的关税，为什么？告诉我一下，讲个理由。你要留下历史的记录来。跟我们报告了，事实上这整个这几章的这个修正基本上我们是经贸谈判办公室这边哈，它基于这个所谓的自由化优先哈。好，你讲经贸办公室，待会回答我问的问题哈。那当然我们要进到 CPTPP 的时候，要有一些先做一个善意的回应，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所谓产品上面做一些所谓的降税的这个要求哈，那这个我想早上我在答询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就是一种所表示我们有诚意来自由化，然后跟国际接轨哈这样一个情况，那与其现在先降。啊，那未来如果说真的进去的时候，我们对产业的冲击相对会比较小。那如果我们等到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再一下子从40降到零或是10这样一个情况，对产业冲击反而更大。因为你要加入 CPTPP 的话，基本上都是要一个自由化的一个诚意。那我知道郑委员这边可能也会提到这个跟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针对的第一，为什么要对日本人那么好呢？第二个，你是烟酒公司的上级单位嘛？烟酒公司是归我们了不起的国库署来指挥领导的嘛？为什么要开放日本的清酒打我们烟酒公司嘛？那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定位的不太一样，然后那另外我跟一位老师的跟委员报告，事实上烟酒公司有一个清酒哈，它是委托日本制造哦，那个。有一款清酒，这个菊富士，它是委托日本制造，从日本进来的，好、哦，这样一个情况，它也有这样一个产品，好、哦，它也是委。现在越讲越离谱，清酒又是我们烟酒公司清酒，又是委托日本的喽。有一款那只是一款局部而已啊。是，你应该要烟酒公司好好的研发，不是吗？你们也搞不清楚，就是行政院跟你们交代，而且只针对这几项。通通又是来自于日本，你们好意思吗？你现在我请各位委员好好思考一下，烟酒公司的员工听到今天你们这样子的回答，好，他对你们不恨才怪嘞，是不是？你这不是贬低我们烟酒公司的研发的能力吗？你不是降低他们的竞争能力吗？人家日本人都在保护他的企业，我们台湾刚好开门，让你们进来杀我们的员工，杀烟酒公司员工都是低能的吗？
好，郑委员。其实刚刚不管是财政部、农委会，或者是行政谈判办公室，他的讲法都有一部分合理。你说慢慢降，让我们国内的产业慢慢适应，到最后加入 CPTP， 这大方向我赞成。但是这逻辑，我们提出经贸特区逻辑就是这样子，就是在特区里面先试办，到时候有点到面，全面自由化加入 CPTPP。但搞了半天，我们提出来，你们给我抹黑，给我抹红，连到特区里面加工再出口，全部出口，然后也都怕，逻辑一样，只是提的人不一样，就全部反对。我立场倒过来，今天我可以妥协到八规的部分，因为两边的谈判不容易，我赞成。其他的工业产品，我们也不坚持，但是农委会提出来的产品，我保留，我连宴会都保留，我到时候宴会要一项一项的表决，让全民来看。农委会陈吉仲说要保护农民的权益，我要看看每一项逐条来讨论。我不但逐条讨论，每一条上去发言。好，还有意见吗？好，来黄国昌委员。对不起，我再最后确认一下那个87章了，就是要去汰换老车，降低空污，提供补助，这我都支持啊。所以我刚刚跟环保署确认哦，你淘汰老车买新车有补助，旧车去换零件他们也有补助，哦，这个是讲光补助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处理的是关税的部分，那你们现在是进口零件放在新车上面有降关税，那我还是想搞不太懂啊，我如果今天进口零件是装在旧车上面，为什么关税就不降？那个理由是什么？好，关路署。因为刚环保署跟我说这不关他们的事啊，他说是财政部这边做的决定，那我就在想理由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刚跟环保署的沟通，就是就补助的部分，新车有新车的补助，旧车去修去换也有补助，这个我了解。现在我们来讲说，就税的部分，你进口零件放在新车上可以降关税，那如果是旧车换的话就没有办法降，理由是什么？好，关署。在我们87章中注20的立法原意，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当这个买车的人、用车的人，他决定要换掉他原来的旧车的时候，他决定要用国内生产的。那他就去跟国内的车厂下订单，那这个车厂他就会去算我要用多少零组件，我这边降的是零件、附件、组件嘛，多少零件，他会去算估算他的税额，经过环保署建议同意他符合我们征注的这些要件，他就去取得环保署的证明文件以后，去跟海关退回原来的关税，退回来的关税再还给原来订车的人。所以我们的机制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完成新车的汰换。就是说这个用车，比如说有一个巴士公司、游览公司，他要决定今天我因为进口整车很高，没有没有，新车的部分我可以了解啊，我也没反对啊。现在我在问你的是说，那为什么旧车的部分换，那他就必须要负担比较高的关税？这个理由到底在哪里啊？因为我现在同样进一个零件进来嘛，那是零件的。然后我如果放在新车上，关税是降的；放在旧车上面，关税是不降的。就是我还是搞不清楚理由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希望达到能报废老旧车辆的部分，就是替换新车，这个齁，只有用在新车。把两层搞清楚齁，就是你们在车辆补助的时候已经有买新车、旧车换新车的补助，对。那你在政策上面说啊，你买新车价格又比较高，补助多一点啊，旧车修的部分，那为了要去改善空污，旧车也有补助，只是相对的数额的绝对值没那么高，这个我通通都可以接受。但是
我从国外进口零件，我放在新车上面组装起来，那关税有优惠。那我把它换在旧车上面，我也是希望我的旧车它的表现会比较好，空气污染的排放量会比较低，那反而关税就没有降，那理由到底是什么？我还是搞不清楚啊。署长，署长，这里面的逻辑是说那个零件对空气污染有没有帮助啦？对啊，应该是这个逻辑才对啦。所以他们空污基金有，对，您解释一下。对，这边说明一下，因为当初财政部配合我们去降关税，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新车的车价能够降低，而且我们当初是鼓励民众汰旧换新，所以那个部分关务署是配合这样子的政策，就是汰旧换新的政策去处理的，所以他这边是锁定是进口零组件组装成新车，国内的新车来销售才享有这个关税。那至于委员刚刚讲的说，如果我进零件装到旧车里头，那个我们是用空污基金来补助老旧车辆，它去做调修，或者是装一些污染防治设备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用补助的方式来处理。那这样子的话，两边就不会有重叠到。来，方委员，我再厘清一次，因为你们前面在讲八十七章的时候，一直在讲说希望能够改善空气污染，用这条理由下来嘛。那现在听起来好像跟这个又没有关系了，纯粹就是要降低车辆拼装起来以后的价格，只有这个目的而已嘛。就是现在有两层，有一层是补贴的部分，不管是旧车换新车的补贴，还是旧的车子你去修理也有补贴，你补贴的标准都不一样，这个是纯旧补贴的部分嘛。那你不能够说啊，因为旧车修的时候有补贴，所以税的部分这不考虑。因为你这理由如果成立的话，你旧车换新车一样有补贴啊。所以就补贴的部分，不管是新的旧的都有补贴嘛。那现在我在处理的是关税的部分。就关税的部分，你的意思是说买零件来装起来，整台新车的价格可以降下来。但是如果买零件来换的话，那个零件的价格关税是不会降的。那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差别对待的理由在哪里，因为空污的部分、补贴的部分都不要讲啦，因为我们刚讲了新车旧换新也有补贴，旧车修理也有补贴嘛。现在我们纯粹的是在处理税的问题。那就一样是买零件，如果装在新车上关税比较低，那装在旧车上关税比较高。那差别待遇的理由在哪里？这边再跟委员说明一下，基本上新车它的污染防治设备都是最新的，所以它的污染一定比旧车去加装污染防治设备还要更好。那当初关务署是配合，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在鼓励老旧车辆去汰旧，然后可以购买新车，因为新车的车价太高，所以我们才从货物税跟关税的部分请财政部协助。那财政部他们也评估起来是可以的，那这所以才锁定在进口零组件来产生新车的部分可以享有关税，就免关税。所以这个层次上是不同的。不是啊，对啊，就是你现在又跟刚刚讲跟空污没有关系啊，现在讲又跟空污有关系。我再回来了哈，就是把这个进口的零组件，如果是旧车换的时候，关税也降，会产生什么问题？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如果啦哈，今天我是一个开车的人，那如果可以的话，我负担得起，我当然也希望旧车换新车嘛，谁不喜欢开新车啊？我当然愿意去买新车，如果我负担得起的话。那我现在如果负担不起，我要去换那个零件，那我现在得到的资讯是说，这个零件只有装在新车上的时候关税会降，那我换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贵。那我的意思就是，那你就要讲个道理让大家可以了解。我换过来讲好了，以后如果他进口零件放在旧车上面，给他降关税，会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啊？委员，我说明一下，因为八十七章
报废的这些汽车都是1995年9月30号以前出厂或进口的，基本上都是老旧的车辆，所以这些的空污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老旧车辆，所以我们当时适用的标的物就是它是太旧，换新的车辆才有所适用。那如果说现在连旧车换零件的那个零件也要让它免关税，是不是有达到当时防治污染的一个立法目的？我们觉得是可以，就是可能打一个问号，就是说他没有啊。但是我旧的车我换了新的东西以后，那它的性能或者是它对于空气污染所造成的影响，一定会比本来还是用旧的好啊。现在就会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旧的车辆是几年以后生产的，就是他怎么去鉴定它是还符合使用的？那这个行政作业程序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复杂，就是说几年以后的车，好好对他们对、那个、没有。你现在终于讲了真正的答案了，真正的答案就是行政作业程序会弄得很复杂，你们很难去认定，所以干脆把它排除在外嘛。就是你要讲就讲，你要讲就讲这个理由去扯一堆，去扯有一堆根本。在逻辑上面我就想不通的，就讲了半天，原来是行政作业程序会弄得很复杂就对了。我这样说对吗？这是其中一个考虑，就是我们还要去决定哪一年车子，这些旧车很多啊，哪一些车子它要换什么样的零组件才能达到防治污染的目的，相对的很难认定啊。好，没问题的吧，充分讨论的吧。现在进行处理。本案本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我建议啊，我们有质疑的啊，除了巴拉圭以外啊，第一个啊，我建议啊，最好今天不处理啊，有争议的。如果要处理的话，我建议啊，不管是各个单位啊，由财政部关务署负责啊，写一个研究报告给我们，然后你要到各个工会啊。去充分的沟通，各个工会都了解，不会影响到我们企业啊，我们这些商品的竞争的能力。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烟酒公司，你要来烟酒公司充分的哈、啊，这个烟酒公司当然下个会期啊，我会拜托我们的招委啊，这个来做专案报告，看看烟酒公司啊，是不是如同你们所说的，他们认为影响很小啊。好吧，我说刚才具体两点，第一个他们要写一个研究报告，第二个要到各个相关的工会或者企业去做充分说明。啊，还是整个都送出去吗？保留吗？啊，最好不要送了啊！我想最好是我反对送。我具体建议了，今天这么多委员有意见哦，今天才礼拜一啦，礼拜四我们还要处理那个境外资金的问题嘛，是不是这个案子这两天财政部密集的跟工会联络，工会的人来跟我们说，来说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拖到礼拜四再处理？今天不要处理，不要破坏我们财政委员会过去的一个算是比较友善的一个气氛了。把它，你今天弄了，那礼拜四还有时间嘛？今天礼拜一还有礼拜三、礼拜四。今天是一次会呢？不，你今天一次会。一次会你可以把它加两天以前就可以改的嘛，你一样，你听我讲嘛，就是说我礼拜四把这个案子大家同意就可以礼拜四再处理嘛，大家同意就可以礼拜四再处理这个事嘛，让他们财政部去跟那个烟酒公司讲，他们是不是他们把意见也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吧？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在礼拜你马上发文嘛，对嘛？通知我们各位，你马上修。礼拜四再增加今天，再增加今天这个海关税则跟我们所得税法的处理吧。这样子啦，就是说，就是刚刚文会员或者是赖世宝委员的意见是说，你们就是把它做成一个报告去解释这些问题。那礼拜四要针对议案，但是我要想的是说，不管这一个沟通有没有过，这一个部分就是要送出去，礼拜四送出去啊。对，礼拜四处理啊，处理送出去啊，就是结论呢、啊。先不要告诉我们结论，对不对？礼拜四处理吧。对对，礼拜四。不是，哎，主席啊，你不要说用恐吓的，你礼拜四处理就我们就尊重嘛。你就给我们两天时间嘛，就这样而已嘛。
两天时间，那这样子啦。是缓则圆吗？啊，是缓则圆可以哈。那礼拜四就是这样子，先讲好了哈，处理哈，处理就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共识，就是表决处理，这样可以吗？后面这就不行，表决处理。好，那我可以同意到礼拜四的时间。不然那这样没办法处理。我讲哈，这样我要怎么进行处理的？我要进行处理的。这个，一方兄，对。很多事情啊，你要今天我们都有录音录影嘛，大家都看着，不需要强度关山，因为很多东西啊，真的平常讲，不是还可以到送到院会去协商了。大家都在质疑的时候，他们不该说，有一半质疑，一半还是没有质疑。他们三个部位不，这个三个单位不应该做说明吗？哎，对不对？应该要做说明嘛，对不对？如果是好事，我为什么要反对？刚刚举例，我们跟巴拉圭，我一点意见，大家都没意见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你们要想想看，只针对日本人，尤其是拿日本的清酒打我们烟酒公司，我们对日本没有投降了。我们八年抗战已经胜利。再来，我做一个处理的，因为这样会开不完的，因为你开到晚上12点也开不完。就是本席针对那个有公司跟未公司保留的部分哈。受那个宴会去协商啊，针对这个问题，个人有没有异议？有意见啊。有意见，那现在保就是做我建议你休息一下，大家来讨论讨论。休息了啦，也不需要硬要硬干了吧？你这样硬干，我跟你讲，你到宴会对你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好，暂停来，暂停五分钟，好，休息五分钟。又休息五分钟，你现在已经快五点了哎。那刚刚也都给你们充分发言的啊。要不要先宣布那个这样的了，休息一下了。这个处理，因为财委会还没有上演过。好，来啊，开会要先告一下，本日会议时间延长至讨论事项第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审查完毕为止，至审查完竣为止。好，可以了，好吧，好了，那个。所以说税法定问。来不及了，来不及，择期定择期，其余的案定择期，不讨论，不讨论，不讨论。好了，休息五分钟。好了，研究看看了，研究了。很有道理，因为本来那是像这些国家啊，他们都是95%-99%都是零关税，并不是说你降关税就不防止，只是说你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自由化的过程，让大家逐渐的去竞争，逐渐自己要有竞争力，而不是拼命的保护。保护的例子就像汽车嘛，我们保护到现在也没有竞争力。所以
好，继续开会。啊，对，李总，来。现在这边念的。哎呀，对，我先在里面。这些我一块念。好，那刚刚沟通的结果就是，请财政部哈与相关业界提出研究报告，那跟委员充分的沟通，那以本周四会议增订会议程为第一案，那再行处理。啊，你好。好了。好，那够了。好。时间够吗？啊？拖到礼拜四时间够吗？第一案。第一案，礼拜四第一案。第一案。再做第一。收档哦。哎，你好，赵立长，你好。好了。现在你好。哎，来，先整理一下，看看。好的，好的，好的。来了。十二年了。那这边就是这边的，就是这边，行政，但是他这边是很高，那就直接敲挂麦，担心哦，慢点，挂了你讲好了。对啊，这边这一段。就行政院提案啊。简单的说，这个部分啊。好的。好。那今天会议做如下决议：一、说明及行答完毕；二、委员执行未及答复或请补充之信，请财政部于一周以内提出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三、本次会议议程已进行完毕，倘有不在场委员提书面提补提书面执行，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那是有关审查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两案，行政院提案，请财政部与相关业界提出研究报告，并与委员充分沟通。那以本周四会议增订议程，本案列为第一案再行处理。那有关委员刘兆豪提案，另择其继续审查。那第二点，所得税修正草案二十七案，另择其审查。请问各委员对以上决议有无异？没有。没有异，散会。